现在是4点钟，我们才终于到了 Sky Avenue。我们现在去哪儿那种 Stars？ 哪里有 Stars？ 然后我们要去看球赛，所以这一次是看 Purple League 比赛，第一次看，然后还是在云顶看，啊，跟这帮朋友去看，我很激动，对，激动啊！今天星期六，好多人，人山人海，都是人。还是我，还是我。对了，我们去这个 Arena of Stars， 现在我在 Sky Avenue 这里，走着过去，好吃哦，希望还有的看呢。Oops， Sky World 又回来了，是 Arena of Stars 这里，我们走着进去。哇哦，它就是在Sky World 的隔壁吧，这个 Arena of Stars 进去这里，我们就在看这个，应该是这边啊，OK， 来，到了进去。就是看这个 Purple League 新片比赛，先要滴进去。耶，进去了！哇哦！妈的，快点，我要进去了！耶，快点！我们要去 get C， 来 ，Let's go！ 我老魏进来了，然后没有比赛看呢，没有人在打，我就在这一个 court 哦。没什么人啊。Akan Jaya BC, represented by Mohreza Pahlavi Isfahani and Sabar Karyaman Kutama versus Pucho United BC, represented by Ong Yu Sing and Do Yi Yi. Umpire Muhammad Khairi Masnain, Suwija Lau Chen Liao. Ladies and gentlemen,We present to you Sanhan Red One Purple League Professional 2022. Woo! Oh, players sing like hell. Ong Yu Shin and Teo Yi Yi.Warm up. Warm up 完了，要开始。可以赢，再 warm up。哦哟 ，players 们。加油，比赛。Presented by Sabar Karyaman Utama and Mohreza Pahlavi Isfahani. And on my left,
Puchong United BC, represented by Ong Yu Sin and Teo Yi Ying. Puchong United BC to serve Ong Yu Sin to Sabah Karyaman Utama. Logo, play. One, love.看你输了点。 韩 文雄跟 翁雨欣 讲话 教着他 做你会输 唉 后面那个 Liu Darren 然后那个 郭金卫 第三个 哇Like Jamie. Mixed double, let's go. Woo! Versus Bucho United BC, represented by Tan Kia Man and Go Liu Ying. Woo! Umpire Ku Chun An, Siri John, Stephen Ling Ho Hua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present to you.Red One Purple League Professional 2022. Woo!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我都帮我支持谁？反正两个都很劲，看谁比较劲罢了。王刘毅，哦，加油，我们赢！来自 BC 的王刘毅，九比九。
awesome. Out. Second game, 1-5. Sulao, 11-6. Go Jin Wei, 拍照。完毕了，几块啊？来看两场吧。两场吧啊 ，bro。Happening exclusively for three weekends only. This free event is going on right now at Central Park. 两场不了，两场。Be entertained with music shows, dance performances. This is the end. Say goodbye, Arena of Stars. 人生就算不是个挑战意外。丹布娘还是那么出名，跑不掉啊！你怎么变？在前面，在前面吗？不用停，小姐回家啊！哎，你自己拍哦！哇，小屁耶！对，没事。哇！啊喂，看完球是什么 ？Burger Lobster Steady。又是我，耶、yeah, ，又是我。然后排队啊，进去，在5:30不了。还是我。Burger Lobster， 你昨晚吃 Burger Lobster 没过？没有吃过。还没有吃过。第一次来，我都没有吃过那边排队耶。你觉得会不会很好吃？不知道耶，我觉得应该是很好吃的东西。我不知道它龙虾大不大，主要是我要看它龙虾有没有多大个。给、okay, ，让我们去看。有没有比我脸大？哈哈哈哈哈！找到我们吗？去看他们在厕所。找到人了，他们回来了，排队中。下一个就到我们。对，然后 menu 在这里。哇，他们有 set 哦，啥嘛，大佬968，你要跟我吃啊？我老耶，开什么玩笑？这边就好了。只要是你都可以。还是我，哈哈。我们等着进去啊、哦。期待。第几次吃啊 ，Lobster？ 是啊。无数次啊。你看我第零次，第几次吃了 Lobster？ 第几次吃了？第一次，你第二次啊，第一次。OK， 来进去 ，Go。来呀，来，去。哇，我们回来 Lobster 了。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山泉水，在云顶喝的13块一瓶啊，很限量。OK， 这个呢，首先要卑鄙下流 ，OK， 要往那个卑鄙这样倒 ，OK， 倒，只能倒半杯，知道吗？为什么不能倒全杯？因为倒全杯很容易洒浪费 ，OK， 啊，所以这个要卑鄙下流，倒半杯 ，OK， 为了视觉的效果，我先喝一口给大家，啊 ，OK。哇，跟大家讲哦，这个水哦喝下去哦，跟普通水哦没有什么一样，嘿，没有什么一样，不啦，没有什么不一样。你在拿酒？ Go 山泉水要咬一下，不然你什么都喝不出来。你看两个在那边，以为自己很专业拍那边，哎呦！刘景，我不拍你啊，今天。阿拉，你的嘞？阿拉。打野。
diet 了，你确定没有？皇上，我来试一下，这个是又开始你啊 ？OK， 这是那个老式的薯条 ，OK， 那试一试这个薯条好吃没有？嗯，很有薯条的味道，大到刚刚好，没有浓。你看人家的表情 bro、哦、啊，还有点热气，那时候喝水你知道吗？喝什么水？三分水。一边你在这是 burger 咧，大佬，你用什么刀吃当叉、啊、哇那个汁，你看哇那个汁，哇这个还没有拍完啊，还在拍，这个顶不住你要吃哦。OK， 我试一下看看牛肉啊，看看牛肉是不是真的好吃啊？快点呢！那个 lobster 哦 ，lobster 我还没有吃，但是我觉得牛肉是有一软牛，我应该不可以讲粗口啊。OK， 现在要 try lobster 了，来。Lobster, okay? 你看那个红红这个啊，代表那个龙虾已经熟了。Okay? 嗯，怎样？这个龙虾哦，跟我平时吃的虾哦有点不一样，它里面有龙的味道。龙的味道啊，哇，还在拍啊，哇老哎。现在有个小孩，老不是小孩不可以讲出口，所以啊。现在有个小可爱，他现在穿这个三岁小朋友的围巾 ，OK， 不要拉得太紧，会弄伤自己，然后呼吸不到 ，OK。看到有个老人家，不是有个年轻男哥，在他的胸前，他现在准备吃东西了 ，OK， 他有点紧张，我跟他讲不要紧张 ，OK。好吃的东西，那还有吃薯条，好吃吗？这个薯条，是不是会上火？还是你还是最惨，没有东西吃。哦，文丽请他吃薯条，来啊，吃薯条来。来吃了之后什么感觉？很有薯条味啊。啊，很有薯条味，跟我一样，妈的，一点创意都没有。哎，我们吃完了，饱吗？饱吗？好，好。爽吗？爽吗？爽。啊，来喝水。哎，干杯。在养鱼啊，吃饱了耶，回去了。那你一直拍我，很老耶，不要一直拍我。哦，排队了，长了。冬鱼我们可以回去啊。冬鱼我们可以回去，我们要打球哦。你们要去哪里？打球。哇，极美的地方，哇，有天窗，全部在那边拍着了，哎呦，哇，哎呦，哇，拍照，下车，两个在这边拍照，极美，云顶。